So. Congratulations. Just talk about that match and how you're feeling. 首先，世锦赛作为这个非奥运年的这个单项最大的一个比赛，那它的级别是最高的。那所以说，对于这种比赛的话，我们一向都是准备的，可能会更充分一些。虽然前段时间的一个回国的隔离，包括这个备战时间，并不是很充分，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在这次比赛当中展现一个更好的一个竞技状态。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没有去想最后的结果，那还是更多的把每一场比赛的准备充分，然后能够在每一场比赛都把自己的整个水平发挥出来，然后从中找到自己可能后面接下来的一个继续进步的一个目标吧。And achieve the best level.